朋友们，这节课咱们来学习这“黄”字的写法啊，“黄河入海流”的这个“黄”。这“黄”字上面是个草字头啊，草字头啊，这两竖啊都往里收啊，就是一个往右下，一个往左下。那、它这“横”是个主笔啊，这“横”要非常有力度啊。对横，然后这些竖，这些竖在整个字的中间啊，在这个中间啊，中心。这一点点在这一竖和这一竖啊和这一横的交界的地方往下点，差不多这一点是啊，在这个横和我在这个对角线往下点，整个字呢往。右上倾斜，啊，下面我再来写一下啊。黄。这个点啊，这一点稍微靠下一点，要不这个字现在有点不稳啊。再写一遍，好，朋友们啊，今天这黄字就讲到这里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